今天一双咋？组理行李。啊，西夏呀。你怎么跑来了呢？这被发现了不得了！走走走，我们到外面去抢。志远兄，来不及了。那个程天生啊，他已经搬救兵去了。万一他告到局子里去，事情闹大了，他怎么会有机会呢？你昨天晚上不是已经把阿旺给做了吗？程天生昨天晚上在我们拘留所里一夜都不肯走，我们哪有机会动手啊？笨蛋，你们不会一个人在外面缠住他，另外一个人在里面不救？你以为事情就像踩死个蚂蚁那么简单啊？再说做这种事我心里也会毛毛的。真没出息。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来办。待会我去找个人，马上就过去，你先找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巡查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要把阿木怎么样了？不该你的事，你再回去睡吧。我有事要出去办。哎，我就是良心不安才睡不着嘛。阿环，你为什么要我支开邱先生跟邱太太？因为我不想阿忠今天有靠山在。好好。哎，阿宅啊，坐家里啊。来，阿环大。阿哥啊，记得起床那位快点做行李。阿爹啊，哎，阿贤啊，哪位开店啦？对啦，我足久无看到田青啊吼，听讲伊咧卖水果，险我拄则经过菜市啊，无看伊煞出来卖呢。我想讲，我昨日来因家看卖，顺便看下边啦吼。田青无出来做生意，哪里有看到阿狗甲阿王啊无？我无看呀。那你出什么代志？咱来田青厝看卖。阿爹啊，阿爹啊，田青，你回来，真好真好，紧来救阿王啊！请问邱老板在不在？我们老板他一大早就坐车出门去了。那他有没有说去哪里啊？没有哎。救不了阿旺了。没有关系，我还有办法。哎，阿爹，阿爹，哎，哎呀，阿爹哦，哎，我赶快来这边，谁看到了呀？那有人看到苦尽和苦老板吗？无呢。啊，有苦尽和苦老板，那个阿明阿仔啦。阿明阿仔啊，啊，我们再去到位无？我想看卖啊嘞。啊，对啦，伊讲吼，要去我在古老板的世界看几枪啊，三关兄弟来啊！哦，阿强先生，是。好嘛。若讲青面的看到，臭耳的听到，拢无代志。偏偏咧你下狗的，阁还比手画刀搬破地。既然乎你知道你无应该知影的代志，我就乎你一个爽快，乎你赶紧去出事。待念到你，我拢是看人头面咧吃青的人。你若要死，就死落去，唔通阁倒来高高地。你放心啦。我会好好甲你带，哈。嗯。志远兄，宋奶奶来了。玉琪，快来干什么？快去拦着她！不能进去。宋奶奶，你怎么进去了？让我进去。对呀，不行啊，宋奶奶，你快点带车。你跑来这里干什么？你光问坏事。阿管，你什么心眼都能使，就是不能够盗取人命啊。那想想十八层地狱，你下辈子都不能做人，知不知道？下辈子，我这辈子都没他好过，我哪有闲工夫去想下辈子？你不想做人，我还想做人呢。我求求你放了阿旺，我们另外再想办法，另外再想办法好不好？陈一浩，带他出去。少奶奶，出去！不要！不要放阿旺！不要！少奶奶，不要！是该打，可是万一打出人命来，你们都坐了牢。
那陈天生的孩子只留他一个人怎么办？夏雅，你又去误会我。那我是烦恼阿翁啊，吼，唔肯讲实话，惊伊去用刑期，我才专工来看伊的呢。你若唔相信，你来问萧奶奶啊。玉清，念在你我夫妻一场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实话实说。赵奶奶，没关系，你尽管说。虽然少爷执意跟你离婚，可是终究你还是他老婆啊，陈家的少奶奶，凡事你秉公处理就对了。是。秋仙，啊，信拿来了。陈燕，你看，阿旺没事了吧？先生，你可以带阿旺走了。啊，秋天这局长都下了条子了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不放人了？啊，是嘛是嘛，陈兄，偷东西也是小事一桩嘛，关个两天惩罚惩罚也就够了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哦。你是担心你们对刑求不稳重？好了，日后你多买一点补品给阿旺，要补偿补偿，我相信他会原谅你。多行不义必自毙。走，好。阿中啊，你小可看下，我兄弟滚水，我往阿林先煞空嘴来洗洗。天青啊，看往阿伤安尼重，咱阿先请医生来啦。要不钱？钱不是问题啦，我月结还阁有剩呢，若无嘛阁阿狗的。啊，我甲恁兜顾囡仔顾闺蜜，我工钱都阁倒贴哦。笑死了！医生啊，来，请，对我来啦，来。阿贵啊，来，医生，你来看呗，到底变成几嘞？阿贵啊。你来在行请医生来啊！啊，柯老板甲我交代讲吼，所有医药费伊会负责啦。啊，你我免倒着啊！先生啊，你看伤痕严重无？有要紧无？伊的伤痕真严重哦。拜托你，无论安怎，一定要医治。这你放心啦。奇怪，你两点半了去倒？昨我有交代玉琴讲，我甲我做面书啊啥，敢会去做？阿珠啊，啊小奶奶人咧？我唔知咧，小奶奶中昼跟阮公公带出去，无交代。金元也唔哪走去倒啦。阮迄两个哦，拢无伫个吼，我敢若欠脚欠手，物件拢嘛找无实在吼。金的钱敢不是去用偷摕去？这条钱是去对倒来？偷摕去。偷摕去哦！你是要我惊是甚？遐大声是要创啥啦？什么代志讲啊？偷摕去哦！我实在看袂落去啊！我讲的句句拢是实在话。我就知我老爸骨袂残好，都去人工公司。哎，无啦！呸呸呸！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啥物死唔死？阿祖啊，咱家水分吼是有够衰呢，你莫阁讲许歹格调的话。啥物代志讲啊？头家娘，阿旺无偷摕小奶奶的钱啦，我看到，我咧做钱。你看，阿旺来到小奶奶的房间，阿祖特别落门的时阵，阿唔知阿要阁走到他门口看，阿一头看，伊就紧走去避，我嘛避起来。啊！不过我看到金元少爷凶凶公公，进门口偷溜出去呢。你是讲王阿姨无偷提钱，还是少奶奶冤枉伊？头家娘，我无讲白贼，我嘛唔敢骗你啦。我若敢骗你吼，讲白贼，随便你处罚啦。
原因会对玉琴的房间走出去。你记住你说的话，只要不杀人见血，你什么都听，什么都配合。为什么你刚不这么做？为什么不帮我多说两句话？平凡啊，啊你两个在要创啥？啊哪会死死住住 QQ 打的？无啦，哪有啊？阿母啊，我甲玉琴拄则去拘留所替阿王阿求情，要甲王阿报出来。佮安怎讲？咱陈家嘛是有良的人，袂用讲下骹手人出代志，咱着放点点顾在伊去啊。所以我着大主大义做这个决定。要毋过，这嘛是替阿母你积德啊，希望予阿母你用个食饱哩。阿母，你应该袂生气啦吼。玉琴啊，你遐个钱，敢真实是王阿摕去的？无啊，阿母啊，代志的经过，我毋是已经甲伊讲过啊是？玉琴啊，我伫问你呢，遐个钱，你是真实放去？那是找不清楚啊！我可能找不详细啦。阿母，你替我找着？啊，就伫咧你眠床头迄搭衫内面啊。啊，就是藏伫迄款所在，无怪伊袂记的啦。阿母啊，我甲你讲哦，玉琴自从天星走了后，就常常安尼失神失神啦。玉琴啊！你是不是因为天星搬出去，啊？你记伫心肝内，钱阁一时找无，才会找阿王阿出去。阿母，是的啦，天星今仔会安尼甲放的，我嘛无想要甲冤，无想要分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做袂到。玉琴啊，阿母不是要责备你，阿母只是爱你知影讲，我了解你的心情。也不过，你不能因为讲天星啊，伊无爱你，你就去做戆代志啊。这二十多年来，阿母同款嘛是无查甫人。嘛是安尼伫咧过啊，知无？想想做，也毋过金元来到即卖还阁唔娶我。虽然伊讲是要照顾我，而且拢无爱娶我，也毋过国家安怎讲，伊嘛是一个查甫人啊。玉琴啊，你千万都爱上会了，也若无都枉费我遐尔疼惜你。就纯粹讲，天星啊，伊无要搁再甲你同房。就纯粹讲，你上一世人，迄嘛是应该的啊。是讲金元遐尔友好我，应该袂做出这种弄下我的代志才对。也毋过，是安怎金元会去伫玉琴的房间的？我是毋是应该爱来去查看卖？玉琴，别再喝了，酒喝多了可是会误事的。我刚刚已经实现我的话，配合你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来烦我。玉琴，你生气了，你是气我对你太凶，气我太不了解你。玉琴，难道你还看不出来，
阿母已经对我们起疑心了，我们不能不加快脚步啊！你还有什么诡计？你自己去玩，我不想奉陪。如果我失败了，你以后在陈家可就待不下去。我家在叫金毛母好我失望，今仔日夜色这么啊好，照理讲应该是阿妈母到阵的时阵。玉琴，你实在跟阿母同款，真歹命。总是感觉怪怪，就亲像一件心爱物件碰见，搁捡倒转来，就是要好好我来甲疼惜。你感觉干嘛？甲哭死，今年心肝会疼，敢讲我对伊还搁有情分滴？这么凶，我心肝绝对袂用软，绝对袂用原谅伊。过天生，从来都唔好给老爸来疼惜。对我无要认伊，对伊来讲，敢是伤过无公平。虽然伊嘴会唔讲，过我想，伊心肝一定真想要求阿爸。是囝，伊搁较安怎甲我歹？伊也是我十月怀胎所生出来囡仔。阿母，心内这本日子，有闲请你看卖。心内的日子，内面一定拢是写我的歹话，我才无要看哩。爱看嘛，伊是安怎搞嘛？我那个立台，绝对不是玩弄的。今仔日阿母叫我去替伊洗头。看伊欢喜的模样，我感觉足幸福的。我实在好运的，除了有一个好翁婿，还有一个好大家。伊敢收我做人媳妇，做人牵手的道理，我真感动。我真正有感受到阿母疼惜查某囝的温暖。阿母来替天生嫁配，我就见笑的。做人牵手，困到唔知影人，就要阿母来操心。我以后一定要较谨慎一点。
要去后边喝茶。虽然我有心地的，人无爽快，也毋过想着阿母讲的，有心的人吼，爱加运动，安尼将来较好生啊。我感觉阿母的心肝内也是足疼我。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媳妇，好好报答伊。我都吃了啊，阿伯看你来，所以我都捧过来给你吃。公阿爷，我稍等吃吃。好。阿母，你心情不好是？你在想啥？敢要讲出来，我替你分担一下。啊，无代志啊。阿是讲，你有啥物代志是？阿母，我在想讲。阿母，你明明有心思，奈唔讲出来？你是不是在想天星？咱是疼囝疼入心，怨叹的是囝不知影老母的心。囝的态度上重要，伊若会晓做，今仔日也袂变到这个地步。新年底的时阵，天性真好啊，友好。假使若友好，伊就袂做出断绝母仔囝关系的代志。就纯粹讲，是我误会新年，也毋过伊应甲我解释啊。敢讲，我是遐尼啊无讲道理的大家，免啦阿母。根本啊，你对心莲有真大的误会，我袂怪你，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我。阿母，你若突然间讲这话，昨暗我有看心莲的日记，伊对我一句怨言都拢无，佮一直徛在我的立场，伫替我设想，我是真感动。真艰苦，即马心灵也毋知影走对啥物所在去。也毋过，迄个囡仔总是天生爱骨着，是等家的血脉。玉琴啊，啊你看，我是毋是应该爱来甲迄个囡仔看一下？玉琴啊，啊你伫咧想啥？哪会失神失神？阿母啊，那当然是爱去看，要紧着。是啦，阿母。你点我心内伤情的所在，平静地呼唤着你。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今仔伊谅解难呗，咱来走啦。那是恁啊，恁来遮创啥？遮有欢迎恁啊，紧走。我是来找我的后生的，你凭啥物赶我走？你要来找你后生？你毋是应该断绝母仔囝关系啊？人咧讲好甲当哦，莫为食家己囝。看你安怎甲天星逼到咧走投无路，还佫有你啦，陈家的小奶奶，你的心有够浪荡的。看你家阿翁啊，害到你半死半活啦！你还靠迄个面行到这来啊？嘿，你嘛煞袂哈？人都已经放倒转来啊！
你唔能叫人家无风度。国卡安怎讲？天生啊，阿美啦，伊是阮陈家血脉。你是一个外人呢，你咧吵阮家的代志。落去嘛，把我的孙婆来。大姐，谁是你的孙啊？你不是讲阿美拉是我甲心内偷生的？你有够厚面皮呢，家己讲的话拢袂记的啊！蔡金雕，你唔通伤过超过哦！我食到这老哦，唔捌安尼让糟蹋过，我无法度踮咧食。落去嘛，来走。我，你来吧。你嘛，家己好好想看卖，你是安怎害心的？是安怎逼天生的？恁害一家口啊，安尼两家散体，你若果唔承认哦，你是一个歹打家哦，阿爸你若是死哦，落十八地宫哦，看阎罗王安怎甲你算账？天生啊，你阿你目睭金金，你徛在这，看你老母在红糟蹋哦。天生。妈今天来是因为已经看过新年的日记了，她想我无是要安怎啦？我是代人讲哦，你是借我的巴肚来出事，我靠在这个结婚上，我不爱让恁在要流落在外口。玉琴啊，你赚偌济钱？钟侯英，等来走。阿母，连你也要反背我？这点钱，就算是我给阿芳的一点补偿好了。这几天的你啦，我不需要人可怜，不需要人同情。阿母，我要求你别再逼我好，你给我跟阿美啦，踮在外口好好找心莲，心莲若找到了，我会好好生活。我不需要你安尼提钱来在这吓死我。天生，阿母不是这个意思啦。那是什么意思？给钱像在施舍乞丐，像在救济穷人。我像乞丐吗？我像穷人吗？阿母，我是你的后生呢，你能回去啊？狐狸精，都怪狐狸糟蹋，未知唔知谁在你，我无勉强你。玉琴，来等。什么嘛好食？你煞袂记得你讲过啊？啊，这行是足香的呢。哦，对。啊，你要啉啥？啉酒吗？啊，哪有酒？啊，我特地哦，烫水迄个夹下去喝着一罐呢，一罐敢那杀气安尼。啊，你身体安尼敢袂当啉一？啊，紧啦，多谢你安尼照顾我，啊，搁安遮关心我的身体，会袂歹啉呢，敢那第二个，你要啉一罐无？唔免啦。啊，是讲哦，咱厝外伫咧卡面，互相照顾是应该。阿伯，这后你莫客气啦。人咧讲哦，关门都爱带，啊，啉酒嘛爱伴。来啦来啦，你陪我啉一点好啦，吼。哎，唔免啦，阿伯。来来来来，你家己啉好啦。一点嘛好，一点嘛好，你点无紧。免啦，哎，免啦，你阿伯，迄放的就好啊啦，你放的啦，嘿，我家己来啦。啊，我有病，我会甲你喂着，你煞袂记得啦。别紧啦，我唔惊啦。
你啉你的啦。哈，我听人咧讲呢，讲你迄款病吼，若规个拢喂予别人了吼，啊，着家己拢好起来呢。啊，我顶多希望讲吼，你规个拢喂予我，啊，你规个好起来了吼，找一个翁婿嫁，啊，建立一个吼美满幸福的家庭吼，我会足欢喜呢。阿伯，其实我已经嫁翁生囝。啊，你有翁囝？啊，你啷个囝？是不是？因嫌你讲去治着这款泰国病，无爱治你啊？不是啦，是我家己要离开因的。嗯，啊，因敢拢无出来找你？阿伯，你莫阁问啊啦。食番薯啦，番薯爱趁小食较好食啦，你家己客啦，哈。好，莫问就莫问。唉，世间人拢是安尼，大家人哦，拢有一寡哦，讲袂出来苦痛。不过我嘛同款。阿伯，你敢若嘛有啥物伤心的代志？啊，你是安怎哪会一个人流浪到遮来啦？啊，你是找人无找到，啊是你所有拢用完啦？是安尼啦，我是干呐想讲哦，要转来落休几工安尼啦。啊，想袂到讲哦，一个大热门无偌久，就去用赶出来。啊，就因为哦，阮某咧怨恨讲，我伫咧二十几年前的时阵啊，放某放囝，啊，带查某仔走去南面，所以才造成到今仔这款的地步。阿伯，你哪会做这款代志啦？你敢会看我无去？擦擦你，负心汉就负心汉嘛，管他去臭名万世。这几个代志哦，嘛免讲，全部拢怪我一个人啊。人咧讲啦，人之初性本善啊，我毋是讲哦，自出世就想要做歹人啊。嘛，不是讲自出世就要做无良心的人啊，对。俗语伫咧讲啊，某若知情吼，翁就清闲啊。阮某吼，当时就是伤过欠卡啦，才今日造成啊吼，这个家庭安尼龙家散体啦，你都不知。其实，查某人欠卡也无啥物唔对啊。我唔是讲唔对啦，对。啊，敢着一定讲爱爬去查甫人的头壳顶来伤查甫人的自尊心是？无甲你讲，你着毋知的。迄角角落尾哦，规间厝内面哦，大大细细拢爱听伊的话啦，无袂用的啦。哈，无毋对，大细项代志拢伊在拍吧。哈，也毋过我伫咧正人的面头前，我真个头担袂起来，你知毋知？你点我心内。伤情的所在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你讲啊，翁仔某安尼要哪生活到底？你讲，所以就放下你的某仔囝，带别个查某去南洋。啊，无要安怎？两个翁仔某敢若冤仇人个呢？见面就动呢，这安尼影响着囡仔，你知毋知？我千万都无去想着讲，今仔倒转来，含囝都无要认我啦。你的囝，当看到伊勤俭持家的老母，啊，对恁这个自私的老爸，伊当然嘛唔肯认啊。这个代志哦，自头到尾哦，伊原来负一半责任啦。阿伯，其实哦，你不了解查某人啊，做查某人是足难的呢。你看。每一个新妇入门的时阵，大家人啊目睭紧紧的看这个家，看有法度在这个查某人的手头安尼兴旺起来。啊，每一个查某人上惊人讲，伊无法度对因红色，啊，所以就轻轻拍拼。结果呢，这个家兴旺起来啊，红色煞甲对人走，
啊，敢讲伊就袂当讲偷偷踮红线后壁支持就好啊？啊，有当时啊，拄着遐尼紧急的代志，啊，有法度顾遐济。阿伯，我想啊，恁某嘛毋是有啥物误着啦，一切应该拢是为了这个家啦。啊，真的是你啦，为着你家己伤害着你的某仔囝，你想看卖嘞？奶奶做敢着？阿伯，我讲这的话哦，你可能较不介意听啦，歹势啦。我嘛是想着讲，我大家嘛有一个不负责任的翁。不管安怎讲啦，查甫人哦，放某放囝哦，根本就是唔对啦，无啥物话通去辩解啦。哎，你看咱俗语伫咧讲，大家心无中间就无好话。啊！你煞电脑咧替恁大家讲好话，你一定是一个好媳妇哦。不是啦，我唔是啦，我做了无够好，我的大家对我也无满意啊。我的翁婿嘛是娶两个某，不过我无怪伊呢，因为伊娘准讲我已经死啊，所以才娶细姨的。我。哪会去讲啊？讲好讲无爱讲我的代志，哪会去讲？我若讲到这個，我心肝头足艰苦的。卖讲卖讲啊！对啦，阿伯，你讲你姓陈，啊你是多位陈家？哦，我，我看吼，我也是卖讲较好啦，因为我都甲伊已经离开啊咧。哎，有影啦，啊你叫什么名？我叫白心莲。哦，白心莲，这名好。啊，我即马甲你讲啊，即马嘛话你甲我讲啊。我。系啊。好啦，大连讲哦，你甲我呢非亲非故，啊，搁才照顾我，才关心我。好，我坦白甲你讲啦，我吼，伫迄田寮江边迄个陈家啦，陈昆山就是我。啊，阮某叫做李秀基啦，阮后生哦叫做陈天星啦。卖讲遐济啦，食物件，食物件。嘿，啊，甲我搁讲讲啊，啊，菜拢冷去啊。先食，先食，慢慢再讲。阿伯，啊无，你先食菜啦。好。啊，这汤冷啊，我肯定后头同我烧啦。哦，啊，甲人搁讲话，讲啊，这汤煞冷去，啊，你要紧来食呢。天下间哪有这拄好的代志？伊竟然是天星的老爸，我的大哥，这么样拄好，实在让人无法度相信。命运真是创治人，我跟我的大哥，阮这两个单家无法度接受的人，竟然会伫咧这相拄。这是天公伯的安排。你来干什么？秉秋，我来是想确定一下，邱振发不是已经被你支开了，为什么会去而复返，把我们事都给破坏？这件事该不会跟你有关吧？你在说些什么？这事当然跟我没关，而且我也很奇怪，他为什么突然回来。刚才我只是随便问问，你可别介意。还有我这儿，你最好以后少来，别人看见不太好。我知道，我会小心的。其实我今天来，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会这么做。自然有我的道理，林兄，我们已经同在一条船上，生死同命，难道我会害你不成？何况这件事对你来讲一点也不吃亏啊，是不是？一点多心内像青梅锁在一生一世。
深地爱你爱你，我轻轻地呼唤着你，为什么两颗真的心不能在一起？亲家长就是亲家长，天生啊，这个囡仔脾气实在是有够硬啦！我甲伊讲到有嘴无烂，啊，我已经甲先生讲，有影啦。以前哦，是我对心莲唔好啦，我有冤枉心莲啦。也毋过伊还是唔肯谅解我咧。阿母，天生对心莲的感情，你也毋是毋知。尤其是即马心莲搁咱住太高边，人讲毋知影伫倒，天生的心肝一定会搁较艰苦的啦。这我嘛知影，我嘛有咧替伊想啊。也毋过，伊讲着爱金元走，伊才肯转来，安尼敢袂伤过分？你甲想看卖啦，金元即嘛是我的客囝，算起来吼是伊的大兄啦。我是要安怎赶伊走？搁再讲，天生啊无伫的这段时间。都是金元在替伊在诱惑我，假使我即马若赶伊走，别人敢毋是会讲我无情无义？阿母，这的资料甲校簿，还有钥匙，拢伫这，我即马交下互你。你安尼是要创啥物？阿母，我想真久啊。我决定要来离开。是安怎？是安怎？你哪会要走？自细汉，我就伫咧陈家大汉，陈家所有一切，对我来讲，拢有真深的感情伫。也毋过，看到阿母你为着天生，逐天安尼消散落吧。我实在足不忍心的。阿母知影你的孝心，天生的代志，咱另外再过来想办法。即马陈家当需要你，你绝对不用你走的。阿母，天生对我误会足深的，要叫伊谅解我，那是无可能的。除非我走，若无伊是袂转来。所以我今仔走，嘛是不得已的。玉琴啊，紧甲阿母斗相共，靠劝金元叫伊唔通走啊，紧的啊！一生一世关系。